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着力加强社会的支援服务，今集请来劳工及福利局孙玉涵局长讲下社区保姆等计划的进展及运作成效。我们有14个钟由中央统筹定了的培训课程，咁啊更加令到质素得到好啲嘅保证咯。咁而家我哋到年底咧，就我哋有一个中央统筹嘅培训嘅要求。盘点政策，6月12号晚上7:35，港台电视31。